抓住它，这个手指抓住，看着它 ，OK， 然后双手伸直，双手伸直，对，然后瞄准是，看这个后面，然后这个前面这个出现在它中间，目标呢在前面的这个上面，哎，太高了，应该要往低一点，这种瞄准的感觉，用一只眼睛，不是两只眼看，哦，是两只眼。Oh my god. Okay, keep going. 但是我都不知道你打到哎。打到会响的，没打到。我没打到，那是太下面还是太下面了？太高了。好，那这样。偏左了。啊？偏左了，那要偏右一点。可是为什么完全没瞄准呢？你头是歪的呀。你的头要是正的，任何的调整是你手部的调整，你头不要动。啊，但是我看的完全对的是那个红色的那个。不是，你看打在地下那个铁，竖在这边的这个铁，看见没有？你的前面地下我竖了一个铁板。对。OK。不是我要打那个人吗？不是，打地下那个铁把。啊，铁把？哦，这个。对。是打那个。不是。打这个。我晕。你打这个。对了。低了。嗯，你的枪口是往下的，不对。啊，这个东西瞄准，就没打到啊。没有打到，可是我觉得我瞄准了。你换一只眼看看，你换另外一只眼试一试。啊，对呀，换另外一只眼是在这个位置。嗯。啊，这是打准了吗？没有。啊，那是偏左，我为什么完全瞄不准呢？我也看不到，因为这个只有你自己能看到。嗯。OK。但是。目前来看，应该是对的。这个。对。目前是对的，对吧？对。枪口高了。高了。你要这个东西出现在它中间，它是平行的，然后这个正好在那个靶子上覆盖住它。OK。你可以往那个靶子下部分瞄。OK。下部分瞄。覆盖住了，对吧？嗯，对。还是没有对，不对啊，左眼右眼看的完全不一样哎。对。可是这个怎么看呢？还是没有。